我们这款 GK 鱼轮是专门用来钓大物的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拉力值。我们把它的卸力调到最大，它主要的考验是它的卸力，还有它的轮座的强度。我再来实验一下这个主体轮座一体化的金属到底有多强，转动还是没问题。除了我们这个一体化的金属，包括我们的摇臂、线杯都是全金属的。我来摔一下，摇一下，没问题。下面我切开这个轮座，这个轮座是实心金属的，这个摇臂也是实心金属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线杯，这个线杯里面的材质都是金属。